冰镇果冻一共有六个口味的，先来吃一下这个橘子的。这个是葡萄的，葡萄的真好吃。这个是黄桃的。这桃有点烂了，就是。这个是枇杷的。一整颗枇杷。嗯。这菠萝的，然后还有个什锦的。我还是最爱吃这个葡萄的。酸酸甜甜的，很好吃。它这里面全是完整的果肉，橘子也好吃。拜拜。